最大的动力。民视新闻主持人洪欣宇报道。最新消息带您关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过去是台大橄榄球校队，下午在士林有一场台日橄榄球交流赛，苏贞昌穿上球衣开球，连线记者吴安琪告诉大家。安琪，请说。冲冲冲！好，那么今天下午在台北市的百灵桥下的橄榄球场有一场台日交流的交流赛哦。而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因为过去也就是台大的橄榄球校队的队员，因此今天他特地全副武装来到现场，小试身手踢了一下橄榄球。来看一下刚刚这段最新的画面。好，你可以看到苏贞昌做了一些跑步、踢球甚至传球的动作。不过在现场呢，看完整个橄榄球比赛之后呢，他有个感想，他认为台北市的橄榄球场呢规格都不符合，根本没有办法办国际的比赛，怎么会连个盥洗的设备也没有呢？来听听他刚刚的这个说法。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的球场，像这个球场虽然草地，但这样不算标准，因为一定要旁边有盥洗设备，否则的话，你看人家日本队来，啊，到你的国家来进行国际的交流赛，那结果草地是有，但是旁边一个盥洗设备都没有，那这个球打下来，你看每个人身上是这样子满身泥泞，那如果没有一点冲洗设备，那你说怎么换衣服？所以老实说是，这个连起码的卫生要求，起码的设备都还不够，这个很遗憾。好，那么苏贞昌说用这样的场地来办这个台日交流的国际级的比赛，他觉得有一点遗憾哦，怎么连个盥洗的设备也没有呢？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他特地还穿上过去他在这个台大校友队的一个球衣，那么也穿上这个鞋子跟袜子哦，全副武装来到这边小试一下身手。不过呢，问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体力已经不如从前，他说还好，踢了一下他觉得很亢奋。我还当场承诺未来只要当选台北市长，一定会打造一个国际级的橄榄这个球场，希望能够让橄榄球这项比赛来发扬光大。以上是最新情形，镜头交换棚内。好，台湾。